Hello，我系小云，你哋好，我系小八，好耐冇坐喺度对住个镜头同你哋讲嘢，因为通常都打机直播啊嘛，通常最上一次一个人坐喺个镜头面前对住你讲嘢已经系好耐之前啦。咁咧，今日呢条影片咧，主要系想同大家讲下两样嘢，一我嘅近况，同埋二50,000订阅嘅回馈。首先讲一讲我近况先啦。其实如果有 follow 我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都会知道小八最近忙紧搬屋啦，就呢几日会搬噶啦。咁就系今日嘅上昼，我都仲喺度执紧嘢嘅，系啦。咁好快你就会睇到我拍片嘅场景转咗，到时候搬咗手之后，应该会拍下 room tour 俾大家睇嘅。咁呢排就因为忙执屋、忙搬屋啲嘢啦，咁所以其实都少咗好多拍片啦、直播等等啦。咁希望我搬咗屋之后就会多啲时间去搞翻自己 YouTube 上面嘅嘢啦，即系可能拍多啲片啦，同埋直播多啲啊咁样咯。咁到第二样嘢啦，就系我嘅 giveaway 活动啦。giveaway 活动咧，今次。首先我会同 Logitech 合作啦，会送一个 headset、keyboard 同埋滑鼠，仲有我而家用紧嘅 mouse pad，但系而家就未有套住，迟啲会再拍一条详细啲嘅 giveaway 嘅片去同大家讲嘅。同埋第二样就系之前小八嗰一些时扣啊，详细嘢都系迟啲再讲，咁我就可能会送。我唔知自己仲有几多时扣喺手上面，但系有几多我会尽量送晒出去咯。咁到时候再留意翻我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啦，同埋我 YouTube 啦。咁我会拍翻条详细啲影片再去提呢件事嘅 giveaway 呢一件事啦。所以记得一定要 like 我嘅 Facebook page，要 follow 我 Instagram，同埋记得要订阅我啦。近况片应该就去到呢度先啦，因为我今日都系。百忙之中抽少少时间同大家拍呢条片嘅啫。其实我一阵间仲谂住直播 Overwatch 嘅，咁所以系啦，都唔同大家讲咁多先啦。今次条片就嚟到呢度啦，希望搬咗新屋之后可以多啲拍底，可以多啲拍片俾大家睇。诶？好啦，拜拜啦，咁多位小笨蛋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